天看电影的时间，我们简单的讲一下啊。因为观世音菩萨的闻声救苦，这个是几乎在大乘佛教家喻户晓的啊，就很多人都知道。但是究竟观世音菩萨是怎么样来闻声救苦的？我们怎么样去求观世音菩萨来救拔？这个不是很多人能够理解的。因为观世音菩萨闻声救苦呢，很多人来自《法华经》的普门品，因为释迦牟尼佛说，我们去持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，我们就可以得到他的救拔。比如说水不能噎啊，火不能烧啊。因为《法华经》是大乘经典的经中之王，所以说他是说如来之界，就是在如来的眼睛里，在如来的境界里，观世音菩萨是怎么样救度众生的。因为我们开始还不能理解如来之界，如果我们不能够真的去了解这一点的话，那么好像对观世音菩萨的闻声救苦就成了迷信，就是说我们无法真正升起正信来。因为我们也求过他，没看见他出来，甚至我们没看见他过来安慰我们一声，也没有看他过来伸出一只手来拍拍我们抱抱我们。究竟这个闻声救苦他是怎么样来做的我们今天简单的聊一下。因为呢，观世音菩萨呢闻声救苦，其实这个呢我们在《楞严经》里边其实他讲得很清晰，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，而且很多人并没有重点的去说过这一句我现在写的这些呢，就是《楞严经》上关于他闻声救苦的一些就是简单的几句话，然后呢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。首先上边这一句呢，就是说他是用什么来修行的，获得这个能力的，就是说他为什么称为观世音菩萨。在《楞严经》的第六卷，他跟佛说，我从耳蒙圆照三昧，圆心自在，因入流相得三摩提，成就菩提，思维第一。世中彼佛如来叹我善得圆通法门，于大会中授记我为观世音号，由我观听十方圆明，故观音明辨十方界。就是说这个里边呢，大概的意思呢，我从耳根圆通的圆照三昧境界啊，得到圆心自在，因入流相。其实这个我化作了一个因入流相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就是说，我们如果了解观世音菩萨是怎么样去证得，就是三摩提，就是三摩提是正定的三昧，就是正定三昧，还有得三摩提成就菩提，就是得到正定三昧成就无上菩提，菩提正觉啊，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个入流相是个什么样的境界？这个境界呢，它就是你们这两天修的耳根圆通的一些，因为观世音菩萨已经进入无分别的境界，就是他的心无分别。那么就不管是内在的心声还是外在的声音，如百川归海一样进入他的自信因流海中，就是入流相，就是说他不再分别了宇宙的一切声音。宇宙的一切声音是什么声音呢？是众生的心音，一切由心所现。所以宇宙的声音就是众生的心音，所以宇宙的一切声音呢，包括无声的境界，无声也是声音，只是无声，因为心音里边有时候是无声，叫无声，包括有声无声。因为菩萨的无分别境界像百川归海，全部的流入菩萨的自信，就是自信的因流海中，而示现嗡嘛呢呗咪吽六字大明咒。因为在这个境界里，观世音菩萨已经进入无分别，那么在这个境界里，他整个已经成为因流海。观世音菩萨是无相的，无形无相，他已经成为因流本身。也就是说，你要了解了这个入流相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世界的一切声音就是观世音菩萨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二啊。世尊，我复以此闻修闻修金刚三昧无作妙理，与诸十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同悲仰故，并诸众生与我生心，获十四种无畏功德。这个呢，就是说，跟佛说，世尊啊，我复以此闻修闻修，就是说用耳根的真闻来修习妄闻，我们叫妄闻，它叫真闻，用闻性的真闻来修习，不断的修习修行，修习这个妄闻呢，获得金刚三昧无作妙理，这是个神通境界了啊。与诸十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同不养故，可以与诸
十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同起大悲，同欢乐共忧恼，同悲仰故，令诸众生，这儿很重要啊，令诸众生与我生心。我们首先要进入他的生心世界，与我生心，获十四种无畏功德。这十四种无畏功德，如果你获得，你就可以免除一切苦难。所以你要进入观世音菩萨的生心世界。那么怎么样进入啊？一者，由我不自观音以观观者，令彼十方苦恼众生观其音声，即得解脱。这就是最重要的一条，他这个里边就已经说了他怎么样救度众生了。这个有点拗口，不太好理解啊。由我不自观音，不自观音是什么境界呢？观世音菩萨是声音本身，声音是不观声音的。比如说你们去听一个声音，观与被观者是相对的，这个是观是吧，这个是观，这是被观者。观世音菩萨已经变成被观者本身，他怎么可能再去观声音呢？他翻回来一定是观观者，是不是？他是这样相对的嘛？就是说我已经成为了被观者，我已经成为声音本身，那么我是自己不观声音的，我不自观音，所以我以观观者，翻过来了。楞严经以后我还会讲，会看到里边二者三者四者全部都是知见学夫，所有的都是翻回来的。他成了被观者不是，然后以观观者，这就是说由我不自观音以观观者，我去观观者是吧，令彼十方苦恼众生观其音声，这个很重要啊，一定要记住，观其音声是观谁的声音，其这个其不是观世音，是你们自己的声音，明白了吧？观其音声是自己的声音，即得解脱。如果是你能观其声音即得解脱的时候，你已经入了观世音菩萨的身心世界。具体做法是就很简单，就是当我们在持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的时候，比如说南无观世音菩萨，然后马上用自己的耳朵听自己的声音，就是说你一定要听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听自己的声音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有声也行无声也行，因为有的聋子是听不到声音的，但是他能听到自己的心声，有些哑巴是说不出声音的，但是他用心里边去说，他的耳朵是能听到自己心声的。所以聋哑人也可以去这样求观世音菩萨，但是最好是你们能够轻轻的持诵出声音了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然后用你的耳朵听你自己持出的声音，观世音菩萨刹那之间就到达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观世音菩萨那几个字那个音流就是他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当你的耳朵听到自己持诵声音的那一刹那，就是观世音菩萨到来的一刹那，而这个速度比你拿起手放到自己头上还要快。你想想，你放到你南无观世音菩萨持完以后，你的耳朵已经听到了，听到这个音流，这就是观世音菩萨到来了，他已经跟你合为一体。有两个重点，一个是要自己听闻自己的声音，然后把这个南无观世音菩萨这几个字呢当成是观世音菩萨本身，你听到这个字的时候，你就是认为观世音菩萨已经来了，观世音菩萨，你能够从眼睛甚至看到观世音菩萨存在在这儿，你的心里边就这样认为，然后你就真的能跟他合为一体，用自己的耳朵听自己持观世音名号的声音，而且一定要确信那个声音就是他，他是无形无相的，你似乎从那个声音里看到一个像或者是什么看不到的，你要相信那个音流就是他，就是他来到你身边了，刹那之间跟你合为一体。这个要反复的去训练，反复的训练就是入其身心世界第二步，要反复的这样训练，然后你就入其身心世界。那么你能有什么功德呢？虽然你没有圆正耳根圆通，但是你已经可以获得十四种无畏功德。这十四种无畏功德就是遇到任何灾难跟磨难的时候，你不再恐惧，而且能够瞬间解脱，这也是学习耳根圆通法门的捷径。就是用你的耳朵听自己的声音，全身心的听，然后
把他认为是观世音菩萨，很简单，学会了没有？这个法门可以在家修，可以在任何地方修。这个法门很简单，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可能有很多的灾难哦，天灾人祸的时候，把这个法门广泛的传出去，随时可以修。其实最好的修法是自己坐在那儿，吃出声来，对自己的耳朵梵文。在佛法里，有时候把它叫梵文文字性，其实说的没那么圆满。你们可以试试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当你完全的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，观世音菩萨已经来临。南无观世音菩萨这几个字就是他，这个音流就是他，他已经到达了你的身心，跟你合为一体。他不会从天降下来，他不会说，但是这就是他。学会没？学会了。最美妙的音乐就是听你持诵的声音，甚至可以默持，你也可以听到自己的，但是用口持出来，有时候刚开始修行感觉会好一点。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当你听到这几个字的时候，你认为是观世音菩萨来临的时候，其实你的心已经注入这个音流里。你注入这个音流里，你就入观世音菩萨的身心世界里。这样反复的闻修闻修，你就可以获得观世音菩萨功德加持的14种无畏的就是力量。这个是《楞严经》里边的，所以我们平时修，我们是南无观世音菩萨，然后呢看着天，希望他从天上下来。其实当你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，他已经来临了。然后我们要不断的入他的音流海，不断的进入他的身心世界，那时候我们就可以获得他的加持，我们获得很多的力量。这就是真正的闻声救苦，是你闻自己持诵他的声音，不是他听你的声音，是你听自己的声音，明白了吧？因为我们自己还，因为观世音菩萨已经证得观听十方圆明的境界，而我们自己的能力还很小，所以刚开始这样修正的时候，我们还不能够从所有的苦难中解脱，因为我们的力量不够。那么我们持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来获得这种力量的加持。那么如果我们修正成功了，所有的声音都是观世音菩萨，就是你们这两天修的海潮音、有声无声，甚至于前边修的所有的那些声音，全部是他。他是宇宙的音流海，而且所有的声音进入你们的声音，全部化成六字大明咒。六字大明咒有相也无相，你不要说为什么要视线一个六字大明，音流海可能是空寂的，真空生妙有，在观世音菩萨的音流海里，他视线六字大明咒的相，因为他的心咒是六字大明咒。这个还一下你们理解不了，这个要经常修，这个修正对耳根圆通的帮助非常大。因为现在我们还不能把所有的声音当成观世音菩萨，只能是因为你口念耳听，然后呢你心里边把它想成是观世音菩萨，整个这合一的这个修法是不一样的啊。就这边还有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没有问题就看电影。